欧楷的竖点写法，注意起笔、行笔、收笔的过程。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讲解楷书的写法，先讲笔画，再讲结构。楷书基本笔画分为八种：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折、挑、勾。每个基本笔画呢又有多种形式。今天首先介绍点划，点划呢又分为竖点、左点、右点、撇点、反捺点、相向点等等。今天我们重点讲竖点。